给我，抓住了啊！别松手。直接干死他！猪头啊你！死了就不值钱了。子木姐。我就知道子墨姐肯定对这玩意儿感兴趣。耶，真有你的呀。怎么样，你这科学家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章鱼吧？峰哥，你在看什么呢？那俩灯泡也忒亮了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。别。晚上想吃什么？手拿干。这条章鱼太不寻常了，它不是一条普通的章鱼。你打算怎么处理它？我把它送给你做研究，怎么样？换你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吃个饭，要不然我就只能把它给卖了。卖了？不能卖。我就纳了闷了，我看你关心这条章鱼比关心我还多，你心里就只有研究，我还比不上一条鱼吗？这条鱼到底有什么秘密啊？啊？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我可警告你啊，先别急着卖，无论谁找你出多少钱都不行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